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台上的两支队伍都很团结啊，众筹敌忾的对象对方是不是？哎，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游戏要玩不下去了哈。那这样吧，我站出来了啊。所以你是要自爆吗？我是平民啊，我肯定是平民啊。要不这样吧，不能投自己队，就我们再来一轮，就所有人。但是你们投的都是对方队的人。不能投自己队，我们确实没有投自己队啊。哦，不是，就投自己队的。只能投自己队的。对，只能投自己队的，就所有人再来一次。但是我们的胡夏刚刚你已经自爆了。没关系，没关系。他没说什么。刚才开始嘛，只能投自己队的话也不够啊。你比如说，我们两个一起投他。我们闭眼投。OK， 闭眼投。来，准备三、二、一。怎么还有投自己的呢？所以这个票数我也是没有看懂哈。来，请确认一下你们投票的这个方向好吗？来，我投的 Lesson， 我投的 Let Me。你还在投？来，还没有搞清楚状况是不是？Let Me， 你还在投小虎啊？来，我们再给大家一次思考的时间哈。三、二、一。只能投自己的话，那好，那先把他送走。蓝队分别投向了不同的人，那么但是我们的红队，你们两票都投向了我们的 Let Me， 所以他们一人投了对方一票，所以他们每个人得票都是一票，你们被套路了。我们被套路了。来看一看，好，那么我要告诉你，很抱歉，你是平民，所以平民请离场。那两个人不是？接下来我们的这几位，请继续的描述你们手中的词语。我都说成这样了，要不我再喝一个吧。来，感觉就每天的话三餐都可以吃那个吃到饱吧。吃到饱，胡夏队长，我要不喝一个。直接要请三位完成一下我们游戏的流程哈。来，我说完了，我马上自干一个。这个东西能补钙，对身体非常的好，然后就这样吧。就这样吧，这个东西是用吸管喝的，然后包装非常的精致。用吸管喝的，包装很漂亮。来，哎，还有一位我们的队员还没有说话哈，来，是我们的一个赞助商旗下的一个非常好喝的饮料。是赞助商旗下一款非常好喝的饮料。好了，目前呢，我们的红队只有两个人哈，蓝队有三个人，所以你们要怎么投票呢？来，准备好，这一轮我建议大家可以不投自己队的人了。来，准备三、二。那你可以选择你。你觉得你可以跟着自己的心走啊，不一定要局限于自己的队伍里面啊。来，一定是平民，我真的是。准备三、二、一。工具队长有点绕晕了哈。来，我来，工具获得了两票，然后你们两位是把票都投给他是吗？我们三位都是。三位都投给了他，那么请把你的卡片给到我。很遗憾，同样他也是平民。算了，我自爆吧，我自爆吧，这个是吧？太不公平了，对你也应该自爆了，你们被我们套路了，你也应该自爆了呀。我自爆，我自爆。好，我是那个红谷牛奶啊，但是、这个对，那么很遗憾哈、我们的工具队长用一个自爆的方式给到了我们胡夏队宝贵的一分。我们都是燕麦牛奶吗？是的。对呀、所以只能棒哈，成功的迷惑到了我们的红队，也就是我们胡夏队的队员们。好了，那么最终我们三局比赛的比分是2-1。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马上要给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一波福利。在现在呢，我们要请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在评论区发送弹幕古力多燕麦牛奶，同样在10秒钟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进行截屏。截屏中呢，我们会挑选5位幸运的朋友，送出价值199元的全特效英雄皮肤。来，那么现在呢，就请各位赶紧发送我们的古力多燕麦牛奶到我们的直播间。我要开始倒计时10秒钟了，来，请准备。19位幸运的朋友呢，你们同样可以获得价值199元的全特效英雄皮肤。通过了3轮的比赛，我们要再次恭喜由我们的工具队长带领的特别能扛队是获得了我们今天的最终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各位朋友，我们的红包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的
队长需要我们的工具队长在最后为我们来抽取我们的幸运观众，获得我们竞猜的最终胜利。同样，我们要有请我们的所有的队员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有请，有请我们。好，我们请工具队长为我们抽取五位幸运的小伙伴。那么我们红蓝队竞猜获胜的五位朋友可以获得的是我们 RNG 的官方队服一套。所以在这里呢，我来为各位公布一下这五位幸运的朋友，他们分别是张文博，手机号码15。